啊，我的丝袜怎么就剩一只了？什么？竟然有变态的小丝袜！太可恶了，这点也不能放过。那个，你们看这是不是你们的袜子？好啊，你说，想知道你竟是偷丝袜的变态？不可能是哥哥，哥哥想要我们直接给他了，根本不用偷，是不是啊，哥哥？停停停！我对你们穿过袜子没有兴趣，袜子我是从他们手里找到的。色变态，敢偷小王的丝袜，找死！我断你绝后脚！你们快换衣服吧，该上体育课了。哥哥别急，你帮我们找的袜子，我们要感谢你才行。那就给哥哥看看我们新学的舞蹈吧。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太好的？哇，小王在跳舞哎！哇，这太幸福了吧！